停住！停住！两百多个，司空，冬天快到了，在大雪封山之前多搭一些帐篷。木料草席都没了，你要拿什么搭呀？那就把我们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。不会吧，我最怕冷了。你看看这馒头，一天比一天小，所以不用担心冻死。也许冬天还没到，你已经饿死了。出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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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停下！不能进！不能进啊！小马，小马！好的，救我！臭和尚，屠死你要杀的人，里面包庇就是同罪，管你是猴是鸡，都不得在少林寺撒野！再救他，我送你见佛祖。失血太多了，快去拿止血伞来。是，方丈。侯司令到。人家用少林功夫欢迎你。你用枪，没礼貌。侯司令，这是施主，你别动。方丈，别动，都快死了。应该帮他的忙，送他走。阿弥陀佛，佛度有缘人，他来了，就算只剩一口气，我还是要救他。请施主慈悲为怀，不要再妄造杀孽了。他不死，我睡不着啊。心无畏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心善。处处是净土，净土。方丈，你在少林寺躲了太久，糊涂了。我不杀他，仗继续打，这才是杀孽，何来净土？侯爵，我输了，邓方成是你的了，只要你放过我。我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你，这是我买的金子，你拿走吧。只要你不杀我，我保证永远不会再回来。
来时欢喜去时悲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也无欢喜也无悲呀、啊、阿弥陀佛。走。见一面吧。为什么？有了钱，我们多买些快枪、大炮，把郑州也打下来。枪再好，不开也没用。我问你，在少林寺里为什么不开枪？慈悲啊，你要记住，当你占上风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下手，等人家喘过气来，死的就是你。下次我再碰上任何敢挡大哥路的人，我一定把他们全杀了。学会了。宋回来了。哎，宋司令。宋司令。王八蛋，打仗没见他人，分地盘、来得可真快。这虎哥，登封城拿下来，霍龙死了。一个小小的霍龙，就这么大的排场，我还以为是你出殡呢。我们这次损失了几百个兄弟。是吗？跟老子讨账呢？打霍龙老子没来，可不是占你便宜。要不是这两天伤了腿，老子单枪匹马就能收拾他，是不是兄弟？是啊，就算吃一点亏又如何？我不在乎。我知道你在乎的是登封城。就弟妹，好久没见了。大哥。盛南，我的乖女儿。叫宋伯伯好。宋伯伯好。哎，楠楠好。哎，弟妹啊，这楠楠是越长越乖了、越来越漂亮了。这么好的女儿可不能让别人抢走啊。咱这娃娃亲呢、就这么定了。娃娃亲什么时候定的？无所谓，现在定也一样啊。怎么，你不同意？不同意就给我打一仗啊。这是全自动的机枪，别的地方没得买。我们要80架，怎么算？一分钱都不用，只要
后将军支持我们在登封建铁路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，一分钱都不用，只要侯将军支持我们建铁路。枪我不要了。将军，枪我不要了。走，我们去江东。我相信宋汝将军会有兴趣。彼得先生，请等等。大哥，这枪确实是好东西。要是宋虎把枪要了，宋哥，是，请。以后跟我说话过过脑，让我听你的，等你当了大哥再说。听懂了没有？听进去了没有？想用我们中国人的命赚我们中国人的钱，同意他们建铁路，那不就是打开门让他们来霸占我们的地？中国人的地是我们中国人的，洋人要伸手来抢，我就把他们的手给剁了。希望宋侯也是这么想。我说的话你好像听不进去。二十几年，我只认这个兄弟。别说他不好。就算他不好，也轮不到你讲。帮我安排一个饭局，娃娃亲。好运呢、啊？你干嘛呢？吃饼。饼？嘘，我改吃面了。饿疯了吧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意念。意念，意念，你只知道意念。你心里可以转静，可那些老百姓和孩子呢？他们怎么办？嗯，以前遇到饥荒，还要包青天开仓放粮。要不就有行侠仗义的侠盗，可现在只有害人的军阀。哎，师兄，要不我们去做侠盗吧？侠盗？哎，对，我们就去做救人的侠盗。师兄，这可犯戒啊！你们怕什么呀？天塌下来还有二师兄顶着呢，师兄最仗义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！小姐，别跑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师奶，师奶，有没有事？小姐，干什么你？不是叫你带好吗？怎么不看好他？对不起，找死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！对不起，我不痛，你别生他的气。对不起，老爷，对不起。你出去，去去去去。疼不疼？怎么样？啊，我不痛。有没有事？爸爸看看，爸爸送给你的画。这是爸爸。
来，爸爸抱。哎呦，抱着。爸爸有这么凶吗？嗯。大哥。嗯。拿着，待会儿还我啊。聘书我已经亲自交到宋司令的手上，他很高兴。明天晚上，中月楼，宋司令和夫人、孩子准时赴宴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宋虎既然知道我拿了霍龙的金子，为什么他不问？他全要，包括邓方城。先下手为强，错不了。所以这次是个好机会。对，挑三是个好的。先到中月楼准备好。他不死，我睡不着。大哥英明。你想杀宋大哥？这件事你最好别管。他是你兄弟啊，再想想。宋虎想吃我，你有别的办法吗？现在赶快说，不算晚。你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求你一点，不要让女儿看见你杀人，好吗？
待会儿我一敲桌子，你就带女儿去茅房啊。爸爸，我们吃饭去茅房干什么呀？听爸爸话，爸爸以后也听你的，不打架。嗯。嫂子，哎，兄弟，你又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叫人，宋伯伯好，大娘好，满山，快叫叔叔婶子，叔叔，婶婶，哎，乖，真乖。两位大帅，宋家的少爷属兔，侯家的小姐属羊，非常的般配，而且。他们的生辰八字都是日干同气，五行互补，福座同享，是上级的配对。我敢说，这门亲事一定祝两家大富大贵，夫妻白头偕老，后世百子千孙。好啊，好啊。其实啊，我们信佛的讲因缘是因果，所谓无缘不能聚。那这么有缘，我想。他们早晚也会在一起的，那还等什么呀？快快快快快上帖子！你急什么？能不急吗？啊，这么好的儿媳妇儿，她要是跑了，我上哪儿再去找啊？啊！二位大帅交换过吉帖，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了。嗯，定了。来，恭喜恭喜！大哥，我去准备聘礼。兄弟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哥哥有话就直说了。说。你打下了登封城，咱兄弟俩怎么分？你说。咱俩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？哼，都归你。从今天起，登封城不分你我，就只是一个人说了算，这不就太平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兄弟啊，哥哥老了啊，打不动了。你看这腿啊。都找麻烦了，该急流勇退了。再说了，咱们是亲家，就算我的给你，你的将来还不是留给我儿子吗？这笔账我算得清，我不吃亏呀。这瓶好酒我存了好多年了，一直没舍得喝，今天拿来，来，干了，这干了这事儿就成了。司令，收到一封密函。儿子，想不想尿尿啊？不想。听话，让你妈带你上趟茅房。弟妹，你带盛南也一块儿去吧。我们走。
王副官，在。你们也下去。是。Get it!
方丈，施主，施主，请留步！救命啊！方丈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救他！救救他！赶快救人！让他进来！让他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林真，关一高，让水！是！快呀！
深南很快就没事了，很快就没事了啊！深南不能睡，快醒醒！施主，施主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不能跑啊！小心点。深南，深南，你乖。沈南，跟爸爸说句话，跟爸爸说句话，沈南，跟爸爸说句话呀，沈南，说呀，为什么停手啊？不能停手啊！你快救人啊！你是不是要我求你？啊？那我求你，救人呐，救人呐！爸爸听话，爸爸听你话，爸爸听话啊！求求你，盛南，求求你，盛南，盛南，他没事，他没事啊！想念你，妈妈，我们一会儿回家吧。盛南，盛南，醒醒！求求他，妈妈带你回家好吗？我求你们。只有你们救得了他。沈南，醒醒，跟妈妈说话啊！沈南，沈南，我求你，沈南，沈南，沈南，他没事。跟爸爸说句话，跟爸爸说句话，他没事，沈南，他没死，他不会死的。沈南，沈南。不能死，妈妈在这儿，你看看妈妈。为他接生，是他不会死的，我求求你，救他吧，求求你，救救你，救救你，救救你，你快救他，否则你慈悲，你救他吧，他救不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谁也别想活。我一把火把少林寺给烧了，我让你救他。老太爷给你的惩罚还不够吗？是你，他没死啊！我好后悔，他不会死的。要不是你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死？他还没死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已经死了，他还没死，他没有死，他不会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你。沈南，妈，妈妈，对不起。不可能死，他没死。救人！你说慈悲，那为什么见死不救？好，不救他，我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杀掉。我先杀这个死老头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杀了你们！我杀了你们！
少林，留在少林，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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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林。这根不帅。离开少林，留在少林，离开少林，留在少林。有没有人？俺抓野猪怎么抓了个人来？咋搞的？一身血。俺知道你，你就是那个后爷，还想去杀人呢？哎，人梦的时候啊，连猪都不如。依你现在这种情况啊，最好歇着歇，别吼，啊，悠着点儿，回头来看你啊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吃点儿。小金烫。嘿。外凉里热啊。你老婆离开少林了，女儿的后事也交给你了。来，土葬呢还是火葬呢？放长叫俺问你，土葬呢逢年过节说是能看看，你试试看，啥也看不见，要挖出来看也不容易。我觉得火葬比较方便，随时能看看，半甲还能带着走，上哪儿就带到哪儿。我认为火葬比较好，你认为呢？要是火葬啊，把这个面吃完了，点火去啊！这些都拿出去烧了。黄泉路上找大哥，开枪！你被人追杀，是大哥救了你，没想到你竟然恩将仇报。恩是什么呀？他不是在救我，他是在利用我。我能耐他知道他需要我，有哪一场仗不是我杀人最多？
那块地盘不是我帮他打回来的。我为什么反侯爵？答对了，不杀你。以为你是条狗？你答错了。我反他是因为他害怕，他一旦害怕就会输，这下场是他应得的。现在是我的时代，你懂吗？韩大姐都是到处抓人啊。其实啊，谁抓你都一样，反正啊，我也煮个饭给你吃。要不这五万大洋给俺赚算了。哎，啥事儿变十万了？我逗你玩儿。少林寺啊讲慈悲，我不会这么做。咋打算呢？我不想走。你别巴扎，这当你家呢。咋着？生俺的气，冲自个儿发啥脾气？要帮帮你吗？师兄，师兄，厨房忽然多了很多米，怎么回事？多了很多米？哦，佛祖显灵了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你再请问一下佛祖，为什么晚上会有夜行人在房顶上跳来跳去？夜行人？寺里怎么会有夜行人呢？他们是来偷米的。啊，是偷米回来呀，不是来偷米。有份偷米的，昨晚早课列工长说吧。是，大师兄。你在干嘛？阿弥陀佛，师父。方丈，我想留在少林。你想留就留啊！你现在被通缉，无非就是想留在我们少林寺避难吗？
我决定出家了。少林寺不是你的战场，不是由你来决定的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。方丈不是说佛度有缘人吗？谁跟你有缘？师父，您收得了他的人，收不了他的心。他罪孽深重，是个大军阀。师父，师父，这样的人会玷污我们少林寺的。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不该有分别心呐。万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他心中念的是仇恨，是结不出禅果的。说得对，不过我们不能把佛法的大门关上，也关不住啊。烦恼即菩提，既然懂得迷惑，离参透禅机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我看就暂且让他留下吧。放上啊，又把你丢给俺了。在少林寺好，在外面呢、啊、不是你杀人就人杀你，出去等。啊，新奇的光头啊，冷，带上。干货了。阿弥陀佛。来了，排队排队。哎，哦，谢谢谢谢。简单吗？好。啊，不难。谢谢。别急别急，都有都有。你练过吗？啥的？功夫。功夫。哎，说真的，小时候俺算练过两年，但是啊，跟你一样，心不静。哎，做伙房了。要学，就学达摩。达摩，面壁九年，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性，从来不打架，浑身上下都是智慧。他头发上的东西啊，都比咱俩多。这啥境界啊？这叫禅悟。
一起练吧。手与心合。啊！肘与心合。啊！啊！肩与髋合。啊！心与意合。啊！啊！意与气合。啊！气与力合。练其道。啊！动其源。啊！舞其情。啊！其妙，破木其沉，啊！哎，他们是蹦下来，我是滚下来的。啊，假拔精，坑猪。掐住他的人中。没事的。天气那么冷，为什么不回去休息？就是因为冷，所以才练。你冷吗？有一点。那你跟我一块练吧。好啊。王长，他打得重不重啊？随心而出，随意而发，好自在啊！以武修禅，他心中的仇恨总算放下了。俺不练武，不懂这些。练武是参禅，做饭也是参禅，道理还不都是一样的？悟道，人生需要很多的经历和磨练。我说过多少次，离开少林寺，出去看看吧。俺就是会做点饭，到了外面
啥都没用了。不是，一块金子，一堆烂泥，哪个有用处？安才金子吧。给你一粒种子呢。你不要看清自己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处。曹满，你要我们协助洋人建铁路，可你别忘了，那邙山是咱祖宗的坟山，动土是要破坏风水的，老祖宗不会答应。要真是为了建铁路，老子没话说。我就是担心那些洋人只是挂着羊头卖狗肉，暗地里做些见不得光的勾当。曹满呐，你怎么反侯杰，我们可不管。可他以前说过，洋人表面是建铁路，其实是在霸占我们的土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不要说了。河南省的利益不是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。看曹满今天这个态度，那是跟洋人商量好了，根本就没打算听我们的意见。哼，走。你们听着，跟我作对没好处。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但是他家人马上会死得更惨。跟我做朋友还是敌人，你们自己选择。大家想一想，只要有钱赚，谁都亏不着。哭他们也回不来啊。不会有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师父，我们家大牛20多天都没回来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曹门建铁路，可都靠着他呢。快点干活，找死，听见没有？快点快点。为什么杀那么多人？是曹司令让我们这么做的。走，走！侯杰还活着，侯杰还活着。
曹瞒骗我们说建铁路，谁知道是帮洋人挖国宝。每次挖到国宝，也会要我们送去给洋人，然后换取火枪和大炮。他们怕我们说出去，曹瞒就杀人灭口。曹府上还关着好多兄弟呢，明天一完工，他们全都要被杀。对不起，你们回家吧。快，赶快走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因无始贪嗔痴。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今对佛前求忏悔。邪来烦恼至，够了！正来烦恼除。邪正俱不用，我的女儿怎么回事？清净至无余。先懂得放下一切，则一切不住，才懂得面对。从今日起，归于自性三宝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敬也。以后你的法号就叫净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得正好，
待会儿我会拖住他。天黑后，你们趁机去曹府救人。你去？还不一样是送死？我一个人的命能换回那么多人，死又如何？那，静觉，你要小心呢。请施主放下屠刀，再造恶因必得恶果呀。这是为我女儿打的，阿弥陀佛。果然是我大哥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大哥，我想死你了。想我？我不死你睡不着吧？别胡说，怎么会呢？别装，你怕我吃你？警觉这样做就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时间，让我们赶快救人。你们冲动会有大事的，明不明白？你教过我，人占上风的时候不下手，死的是自己。我记得。你先把兵撤了，我跟你走吧。把方丈吊起来。你们敢乱来，我就送他上西天。没事，你们都退下。来吧。玉师傅，你要确保天亮前送到郑州。放心，有我们曹军的护卫，没人敢在登封早。当心！让开，让开，快让开！好，
大哥，这里比以前漂亮吧？带我来，不会是想让我夸你吧？当然不是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希望大哥可以再次带着我打天下，我们招兵买马，再干大事。大哥，你看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为你做的，这皇位是你的，这件龙袍也是你的。兄弟，钱财权力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？听我的，不要像我以前一样。假慈悲，我在戏弄你呀、啊！看你怎么弄我！我有东西要送给你，把它带出来。我帮你找到了大嫂，留着她的命，好让你们夫妻团聚。受苦了，我以前以为我很威风，可以照顾你们，但反而害了你们。Ha ha ha ha!
算你死也满足不了我。你看着你女儿死，我现在要你看着你老婆死，这样我才开心。你放开他，你没种，你放开他。大嫂真美，可惜你是个和尚。曹满，你住手！司令，少林和尚抢走了国宝，然后劫狱救走了难民。你果然不老实。毙了。走！快去！
干什么？回去。方丈，回去。哎，小和尚，别逼我！我警告你们，赶紧回去！我不想杀小孩。请你大发慈悲，让我救救方丈吧，以避积福，以得快乐。施主，我们方丈常说迷途知返是勇者，放下吧，回家去，我想你的家人正等着你呢。岂有此理！想造反的，抓起来！阿弥陀佛。不要打架，俺不会功夫的。阿弥陀佛。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赶紧别推人家，皇上您没事吧？师叔，你把他们先带朝下。快过来！
性能的牺牲是值得的，大家不必执着。各位施主，请大家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要离开少林寺了。我知道你们怕，我何尝不是？亲人走了，家没了，谁不怕？这些日子，我发现，我跟大家一起，少林寺就是乐土，就是我们的家。少林寺可能今天要毁了，但是少林的精神，少林的一花一草，一梁一柱，一砖一瓦，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少林的精神让我学会坚强，学会勇敢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我请求你们好好活下去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大家带好孩子。到这边来，前后队了，准备过来吧。我求你做一件事。啥事儿？你带他们离开这里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俺从来没出过少林寺。不不不不，俺怕。你怕啊？你看他们，他们需要你，他们比你还怕。啊，俺真中啊。中，俺中。转移，必须将乡亲安全护送进山。季海，你带方丈先走。金空，走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快走，我跟他们拼了！快！Come on!
你们！曹瞒，快醒醒吧！你要知道，你拥有的远远超过你需要的。放下吧，不要再造杀孽。我们在打仗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不要像我，犯错了之后才懂得觉悟。该停了，能不打吗？你说呢？我输了。We need to cut our losses. We cannot allow news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leak out. Kill everyone in there! Fire!
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啊，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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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留下，你们送乡亲们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放住他！
莫森，少林寺在俺心中永远都下不掉的。一世随缘，随缘一世，才能活得自在。来，以后让他陪着你。真的不走？曹瞒来了，他的错也是我的，只有我才能帮他。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我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，但是我很喜欢现在的你。下悬念，多一无情。
却添了太多危险，少一物坦诚是会少一点。若是缘再枯萎也是甜，若无缘藏爱在心田，只是藕断还是念，回首一瞬间，纵刻身影陪你走好每一天。心怀三回陪